好，我们继续回来看第一节的比赛啊！刚一回来，林书豪。林书豪，好球！林书豪，一个这种是一个很大你的看，投篮让对手突。你看这个上线突破，他最后勾手的点啊，已经在3秒区以外了，几乎。所以他的手感确实很好。对，漂亮的假动作。林书豪，